条横线和一个大大的半圆，就是瓢虫小冬的身体。前面有两根触须，触须下面是小冬的头部，两只眼睛和一张大嘴巴。后面是它的新瓢。瓢虫小冬有六条小腿，给小冬上颜色了，小朋友自由发挥哦。好看的瓢虫小冬完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分享并关注我们。